给大家表演个节目，亲个嘴怎么样？看到最后的人已笑晕了。一块儿，这合适吗？这个啊，挺合适的。因为为什么我跟岳云鹏搭档啊？在一起，太好了。我为什么跟岳云鹏搭档呢？就是，哎呀，场景二。姐，你干嘛呢？吓到宝宝了。腾哥也不示弱啊。场景三。亲呢是怎么着？不是不是，就是诚意嘛，拿出这事儿你就忘不了了是吧？你今天你就想跟小月儿过是吧？咱俩给大家表演个节目，亲个嘴怎么样？我错了我错了，姐我错了。场景四。我们俩如果要演的话，要找两个帅哥美女，然后他俩做男二和女二。我们俩是男一和女一，对，跟咱俩的关系，然后嘿，形成一个反差。腾哥，男二，女二呢？女二，你说一个。高圆圆，女二。场景六。林姐，比如说画画跟你说多大的事质疑吗？和我跟你说多大的事质疑吗？我试一下。为什么？又把钱借给腾哥？多大的事质疑吗？你怎么说怎么是了？我不想理你，不想理你。连前面那个前缀都没有吗？你快点吧。多大点事儿，至于吗？那行，分手啊。场景七，这就直接是四个字啊。对，就我们俩。百年好合，合肥不对，安徽合肥。说我们俩可真是一对儿，一双飞。来来，你们两小无猜。好好登对，我有好多，哎呀，结石，结石，一个字，绝。